怎么回事？刚刚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在说，你来临秀才怎么会有十年水流动呢 ？OK， 没关系。我想说的是，秀才的白大褂屁股那里有一条缝，他没有去补，雨水就跑进去了。那秀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去补这个洞好呢，还是去补这个洞？ 我猜一直想，一直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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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现在还在想。你回头看看他。OK。 Yes.